饭啦，哥哥，我来啦。来了，的好妹妹。嗯呐，来点米饭。这点够吗？够了。啊，不够，哥哥再给你点。哇塞，哥哥真好。好吧。嗯，这个是。哥。哎，好。羊肉丝够吗？够了。这个是麻婆豆腐，保定特色。放在这个圆盘盘里吧。够吗？嗯，要不再来一小勺？嗯，好像不太够呢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不太够呢，哥哥。还不够啊？嗯。这点呢？喜欢吃豆腐吗？喜欢吃豆腐啊。嗯。再来点吧。哥想吃你的豆腐吗？我豆腐不好吃，这个麻婆豆腐不好吃，我豆腐不好吃。那我可以，那可以尝尝吗？一会儿。可以。哇。一会儿咱们私下尝一尝啊。嗯，好呢，在雪地里吗？可以。啊，雪地里会不会太冷了？没事儿，有你在我就变热了嘛。竹子丝够了，够了，有点烫手呀，哥哥。来点吧，谢谢。肠子放一个，来两个吧。好的，给你摆好。嗯，吃吧。开饭啦！